据媒体报道，岩井俊二执导的纯爱经典电影《情书》被指将翻拍中国版，而最近有网络自媒体疯传该片主角将由屈楚萧出演，消息也在微博上引发热议。屈楚萧22日更新 ins 写道，快别拿些生捏人血馒头的渣子编的一个个莫须有的玩意儿来跟我求证了，谁爱信就去信，没人拦着你的脑细胞如他们所愿的去向什么恶臭的地方。非凡娱乐实时报道。